Hello， 哎呦 ，Hello， 各位来到铁花村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外面的朋友，如果你想要进来的话，现在都可以慢慢的移动到室内。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做 LAWA 拉瓦。然后我是铁花村的工作，我是铁花村的成员，然后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今天这个节目叫做唱作俱佳，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由舞台，所以就是大家聚集在一个房子，然后唱歌的意思这样。那其实在外面大家进来有看到一个黑板，如果说待会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在黑板直接填写你的名字就可以上台了，非常的简单。然后一个人大概是三首歌的时间，今天呢会开放六组的名额，虽然目前只有一组，但是我绝对不会灰心，因为等一下一定会有人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好，那在黑板呢其实有一个 QR code， 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拿起你的智慧型手机，不是智慧型的没有用哦，你就刷一下那个条码之后就会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也就是你会看到唱作俱佳的社团，那你就按个加入就可以透过唱作俱佳了解一些在唱作俱佳发生的事情。那其实铁花村呢其实也有一个粉丝专页，叫做有点长，叫做铁花村音乐聚落漫市集，那个是我们的比较在常使用的粉丝专页。所以其实不管是铁花村的节目还有其他只要是在有关于铁花村的事情呢都会更新在那个上面，所以如果你们待会听歌很无聊的话，可以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加入一下我们铁花村的粉丝专页，这样然后就很多事情就是突然有需要更正或者是一些节目单上面看不到的事情都会在那个粉丝专页上面公告。好，那对不起，我有带来几首歌先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然后接下来就会换今天报名的朋友。第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它是来自蔡健雅很久以前的一首歌，叫做 Only Love。说的故事会更加多。
分享，证明真爱存在。曾经有办过50年代的歌曲，60年代一直到80，然后还有一些经典的连续剧的歌曲，还有广告的歌曲，其实都曾经在经典台东出现过。那明天的经典台东呢，我们这次定的主题叫做春天的歌曲，所以明天呢会有关一些春天的歌。如果春天你们有想到什么歌曲吗？春夏秋冬，可能它是四季。对，望春风。所以明天可以来听啊，明天会有很多有关于春天的歌。如果明天大家还在台东的话呢，不妨还可以再来一次铁花村，因为今天的气氛呢，跟就是明天正式的演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那礼拜六呢，3月21号是董事长乐团，有没有人听过董事长乐团？有吼。那他们呢，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铁花，那这一次呢会用比较不插电的形式这样。没有，我最近我还在跟他聊赖，快要有结果了，所以就赶快加入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如果有更新的资料，或者是阿妹要来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 po 在上面。所以大家，我可以拿手机，如果你有智慧型的话。那第二首呢？刚刚讲到春天的歌，其实我对于春天又经典的歌曲呢，对我来说，这首应该算是我听我妈妈唱的啦，对，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歌，叫做什么？你说，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也是春天的歌。好，那我就唱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也告诉大家春天来了，准备要。该减肥的要开始减肥，因为要露手臂了。轻轻柔柔坠入我
希望可以让就是不一定是艺人歌手啊，就是一般就是对这个舞台或者对音乐非常有热忱，可是又没有舞台可以展现，所以我们就借由这个节目，让只要是你喜欢音乐，你觉得你可以唱歌，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空间发挥你的才能。只要你听写的名字都可以来，我们是没有限制的。那只是就是像是吉他这些东西，就可能要自己带来这样。然后其实过去其实有，我们也就是没有这么就是一定要规定说一定要拿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啊。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人来变魔术，就还蛮有趣的。然后也有人清唱啊，就不一定谁说一定要会乐器才可以上来这样。那其实我也是在唱作俱佳这舞台的分享我的经验这样。就我以前也是其实对舞台非常惧怕这样，那也是逼着自己我一定要上台这样，然后才越来越进步，自己说自己有进步。好，哎，我要问一下那个青青，请问有人报名了吗 ？Hello， 外面有人吗？就是第二位嘛，对不对？对。然后他好像还没有来到现场。Sherry 吗？我看有没有哦，不是，我是主持人。哦，主持人。对对，我主持完才是 Sherry。哦，接着有点报名。等一下一定会有人，不要紧张。就是唱作，我也不知道待会会有谁来，可是就是一个充满惊险的一个节目，所以不要紧张。好，那第三首歌带来比较轻快的，好了哦。你们有听过谁的歌吗？我
红鞋女孩。红鞋女孩，她是徐乃麟吧？那个好像是我爸爸的年代。听海，听海，哎，天哪、啊！听海，听海是抒情歌，哎。你也喜欢张惠妹吼？我想一下，我好像不是很会弹。谢谢，谢谢新歌，哎，谢谢，好高哦。除了听海，你还会听阿妹的什么歌？英文歌哦。我会唱英文歌，可是它不是外国人唱的，它也是蔡健雅的一首，它是英文歌，这样哦 ，OK， 只要是英文就可以了哦。它比较轻快，在其实也是蔡健雅一首歌，叫做，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它的意思在讲什么，就 My Color TV Set， 嗯，你为什么要笑呢？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很有色彩的电视。哦，我以为是我的彩虹好了没有？好，那我会的英文不多，没关系，我就唱这首，刚好又符合，就比较轻快的。Just now.